看看今天吃点啥。白米饭，你为什么要拿夹菜的夹子给我夹白米饭呀？下次不要这样了好吗？行，你给我换一下也行。行，谢谢啊。这个是鸡腿，再来一个吧。我不爱吃葱，你能不能把这个葱给我摘出去啊？我换一个也行。我不吃葱，你快一点。哎呀，真慢，打个饭这么磨叽啊！你快点。这个是粉条炖豆腐。我不吃那个香菜，那上面有个香菜根，你给我摘出去。好，谢谢。那个粉条干嘛去了？那是。OK。上面的了。那个粉条他有自己的想法。怎么又有葱了？这个绿色的。这个绿色的。盐还挺好吃。啊，那还有一个那个小的。那个。对。给我摘出去。我不吃葱啊，记住我不吃葱，下回不要给我打葱了。这个是黄瓜，你夹快点行呗，你一个一个夹到什么时候呀？来点那个什么白色的那个拉皮儿，来点辣椒，来点辣椒。来辣椒，你一会儿吃一会儿不吃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我喜欢吃辣的。给我弄好，给我摆好。再来个西瓜 ，OK。绿豆汤不要了，开饭喽。